好啦，咁啊，今日咧我代替咗啊女王咧做呢、這个节目，咁呢个节目咧仍然系我哋所讲嘅如是我闻。如是我闻咧大家都习惯咧听呢个节目，最重要咧就系讲一啲我哋听翻嚟嘅，或者我哋经过好长久嘅研究。讲的一些神怪故事。咁喺我嚟讲咧，就所谓神怪咧，就有奇妙嘅意思，就唔系等于我相信有呢啲咁样样嘅事情嘅。今日我要同大家讲嘅咧，系一个比较长嘅系列。呢、這个系列咧就叫幻兽。幻兽嘅意思咧，就即系幻想出嚟嘅。非人的一种动物或者生物。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这样样的人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幻想力呢？那么要讲回最初呢，人呢是一种原始的动物。那么他在从事呢生活去揾食噶嘛，咁啊耕有幾種方法，其中一種方法咧就耕種，即係農業社會；另一種咧就狩獵，打獵社會。咁甚至乎咧有一啲咧就係採集社會，就係喺樹林啊、海邊啊，採集一啲咧植物或者生物咧嚟到去維生嘅。咁呢啲咁样样嘅生活里边咧，人咧渐渐咧就从自然咧产生咗一啲咧佢嘅幻想。喺幻想里边咧，自然咧就系将自己缺乏嘅，最缺乏嘅系佢自己嘅力量。佢最期望自己力量能够咧增强。咁所以咧喺幻想里边咧，佢系好多系。超自然的力量，咁啊，超自然力量咧，我哋而家喺世界上咧，東西方咧唔同嘅地方咧，有唔同嘅民族性，有唔同嘅民族嘅文化。咁今日我哋想講咧，先講咗西方嘅民族所出嚟嘅幻獸先。西方咧，即係影響到我哋而家嘅生活咧，好大。日常生活裏頭見到好多電影啊，或者生活上嘅鬼怪咧，都係同呢啲幻想有關係。咁西方嘅幻獸嘅來源咧，其實咧來自三個源頭。第一個源頭咧，我哋叫佢做希臘羅馬呢、這個咁嘅源頭。这个呢，我大家知道呢，在四千几年前呢，在爱琴海地中海一带呢比较丰树，咁呢就係、是、使到呢当时嘅主地就係、是、希臘嘅城邦呢，係好多係过住悠闲嘅生活。呢啲生活咧，因為又唔使憂衣食，佢哋嘅食物咧容易啲耕種採納採集。咁啊喺呢啲咁樣嘅情況底下咧，佢哋悠閒嘅時候會多。咁所以咧，西方嘅希臘文化咧，最早咧係起源於悠閒，兼且咧可以話佢哋係。充满想头的人。换句话说呢，就是他们每天得闲的时候呢，就仰观天象，自然呢就产生很多想象了。仰观天象呢里面呢产生后面的想象呢就是历法啦、数学啦、几何啦、甚至神话。这些等等呢
都是他们专长。这些 后面呢都是一个思考，一个智慧。这些他们叫做哲学，因为呢哲学的原意呢就是他们说很珍重，很爱惜他们的智慧。Philo 这个字呢就是爱， Sophy 呢就是智慧， Philosophy 加上就是爱智，就是等于呢一个哲学。咁当然呢他们的想法里面呢自然很多是幻兽呢，就是我会讲这个是他们的源头，西方的源头。第二个源头呢我们可以说是当时在欧洲生活的一些野蛮人。因为继承了希腊哲学之后呢就是罗马的统治，他由公元四世纪至到三四百年的期间呢，他们都是统治着呢还有征服着呢欧洲，甚至乎北非，甚至乎有些时候呢去到这个亚洲的这个西部。那这些这样的所谓野蛮人，现在呢我们大部分呢就是讲他们的名字叫做 Celtic。Celtic 这种人呢是在欧洲来讲呢可以算是他们的祖先。他们的范围呢，这个范围呢可以是由英国的英格兰岛，就是苏格兰岛，苏格兰的高地一路伸延至呢现在呢欧洲的高卢，即是法国，甚至乎呢一路去到西欧。咁呢啲地方呢嘅人呢都係呢可以叫做 Celtic。佢哋呢叫自己嗰个地方呢叫中土。嗱，喺而家嘅神怪小说，所谓神魔小说里面呢，譬如话魔界，譬如係哈利波特，经常讲到 Celtic 嘅文化， Celtic 嘅古老嘅魔幻的传说，或者他们的神，或者他们的鬼，他们的精怪，这些都是他们这种所谓野蛮人的想法。为什么叫野蛮人呢？很简单，因为呢当罗马是归顺了这个天主教，即后来的天主教那时的所谓基督教，在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呢就已经呢决定不再迫害这个基督教徒。而呢去到392年呢这个罗马大帝呢已经呢承认基督教为国教，政教呢合一。咁呢个咁样样嘅政治环境底下呢，其他嘅宗教，其他嘅文化就会受到惨灭。因为基督教呢，耶教本身呢係一个排他嘅宗教嚟嘅，只有佢嘅上帝为第一，为最高。咁其他呢 Celtic 嘅文化里面嘅神自然呢在这个政教合一底下呢它变成呢次等的。但是没有宗教自由的时候，那么骚乱动乱或者 争取权力的时候呢就变成一种战争。而实际上呢就被人强力 的政府，譬如罗马的强大军力呢就扫荡了它。咁呢啲呢包括埋刚才我哋再讲述嘅希腊文化，佢哋以前呢都有好多神嘅，好多神话故事，好多神。呢神呢同埋庙呢，供奉佢哋嘅庙呢都一一呢被消灭，或者改造，或者改装成耶教嘅教堂。
呢啲咧係喺歷史上咧，大家去如果去歐洲旅行咧，係好容易發現嘅啫。第三種源頭咧，可以講係西，即係我哋話西亞中嘅耶教文化。呢、這個西亞嘅耶教文化咧，佢自己本身咧，亦有好多佢民族上嘅教訓，相當之好嘅。但係佢有神秘主義，有佢嘅鬼神嘅噃。除咗佢個神之外，仲有撒旦魔鬼咧，佢仲有啲怪獸嘅。啲怪獸咧，亦使到咧成個文化同埋成個宗教咧生動起嚟。啊，譬如話四怪獸啊，譬如蛇啊、銅蛇啊呢啲等等咧，都係咧佢嗰種宗教裏邊嘅一種咧形象嘅寓意嚟嘅。係應該從寓意嗰個觀念咧去諗。嗱，剛才講咗咧，呢三種文化咧，都係當時啊孕育緊咧喺歐洲相當受影響，喺歐洲影響到好大嘅一種咧。文化嚟嘅，因而咧喺呢啲地方咧，人類建構出嚟嘅幻獸咧，都溝集咗，有一種咧互相補充又互相排斥嘅一種咧講法。嗱，我哋以下咧會講到咧。幾種著名的幻獸，這些著名幻獸呢，如果我要選出來講先呢，因為呢，我們日常生活裡面呢，稍微讀到中學的機會呢，你都可能會接觸，甚至乎呢，如果你是在看這個西方的，譬如英文啊，或者其他的文字的記載底下，佢哋咧都有咁樣樣嘅人物或者動物嚟到出現嘅，甚至乎喺日常生活裏邊咧，喺我哋生活裏邊咧，亦成日見到嘅，唔係奇喎，真係咧經常見到。譬如我第一個要講咧，就係呢個人頭馬。人頭馬咧 ，Centaurus 咧。这个呢，大家形象呢很容易呢见到，因为有一只板地呢就用了人头马呢来做它的商标的。这个呢最早起源于呢三四千年前的希腊。在这个希腊的文化里面呢，文化圈里面呢是相当流传。而且呢是啲人認為是真確嘅，真有咁嘅人同埋馬嘅合體。首先我講講咧合體呢個問題，因為咧人咧喺幻想裏邊咧，佢唔會單單咧淨係動物，佢咧好多時咧要賦予佢有個動物嘅人性。咁但純粹是人，又好像不能夠達到一個超自然力量那麼大，不是偉大，是那麼大。譬如跑，人呢怎都好，100公尺跑到9秒幾、9秒7，這個呢世界已經紀錄。但是呢，如果同隻馬跑呢，我怕隻呢都唔係手腳，咁人頭馬咧，佢嗰個幻想幻獸嘅幻想咧，就係人咧係個身，但係個人咧個頭啊，同埋嗰個身，而佢嘅腳咧，四隻腳咧就係馬嘅，而且唔止係馬，係駿馬。
唔係蒙古嗰只咧，跑得長途嘅矮得得嘅馬嚟嘅。佢係一隻咧喺嗰個年代咧相當快捷，同埋咧肌肉好豐富，跑得好快嘅一種馬。你知道咧，當年咧冇汽車嘅。馬呢已經是一種很重要的人馴服了之後用來呢、交通的工具。馬呢是很重要的。中國在宋朝的時候呢積弱，最重要呢就缺乏了馬，缺乏了馬匹。很多時呢都是用驢啊，驢仔 S。嚟到同佢運輸，或者係啲兵好難咧有馬騎到，咁啊點夠遼啊、金啊、或者蒙古啊呢啲馬上可以廝殺嘅騎兵戰鬥咧？同樣咧，啲人頭馬咧係一個咧跑得好快、好強力嘅人馬之間嘅合體。咁幻想住呢種咁樣嘅合體咧，超過人咧係相當多嘅。嗱，我哋又可以睇睇，佢賦予人頭馬嘅人性係咩咧？嗱，喺幻獸裏邊咧，通常咧都係要賦予人性呢兩個字。人頭馬咧嘅 Santus 嘅性格咧係比較暴躁，好容易發嬲，而且呢亦有一個故事講到咧，佢哋係相當喜歡飲酒嘅。咁啊，呢個飲酒咧，酗酒咧，怕者咧唔係普通人咧嘅飲量，唔係話飲大啲嘅，係飲得相當之瘋狂。咁引致到咧佢嘅人性咧，好容易顯露出嚟。人性咧就喺酒精麻痹底下咧，好多咧人嘅規範咧就會打破咗。咁設計啊，或者幻想最早嘅人同馬人咧，我諗咧都係咧對人性嘅一種體會，即係好容易咧係希望超脱咗後邊嗰個規範，表露出佢嗰個真意出嚟。嗱，呢個真意咧，亦有好有可能咧係一種傷害性，一種咧所謂人性嘅惡處、惡嘅品行。咁但係咧喺呢個希臘嘅神話裏邊咧。呢個人咧，人頭馬咧就有呢個咁樣樣嘅性格。喺呢個人頭馬式裏邊咧，亦有故事咧講到咧，佢哋同咧一場婚禮嘅飲酒裏邊咧鬧翻咗，同人類鬧翻咗，引致到咧廝殺。佢哋其中一個領袖咧。就叫基隆 Siren 呢個基隆呢位仁兄咧，呢、這個字咧，你喺而家買汽車裏邊咧都係見得到嘅，佢用咗做一種車嘅型號，咁啊係一好車嚟嘅，咁啊當然咧呢、這個又係一個咧神人啦，咁啊亦係跑得好快啊，亦係咧佢好有威力，而且咧最重要就係佢聰明才智，佢諗嘢咧係相當好。但係咧，因為咧咁嘅一次嘅衝突咧，佢就戰死咗。啊，佢仲係咧呢個 Achilles 嘅老師喎。呢位咧係一個另外神話裏邊嘅一個咧神人嚟嘅。佢全身咧都金光罩铁布衫，佢阿妈咧
將佢抌落啲藥水度浸，但係唔好彩咧，佢一定要捉住佢嗰只腳，於是乎咧，佢嗰、那個腳眼腳渣度咧就有一種有佢手指印，喺呢個地方咧，偏偏就冇浸到呢個藥水。將來咧喺戰爭上咧，佢就俾人射中咗呢個地方。上咗之后咧，因而死亡。呢个系后来嘅故事啦。不过咧就佢呢个基隆咧就系佢嘅师傅啦。咁因为佢死咗之后咧，希腊神话里边咧就讲到天王啊，宙斯咧系相当可惜呢只咁叻嘅人头马咧，居然咧就系咁样埋没咗一生，于是乎咧就赐佢一个咧永远嘅光环，就变成咧人头马座啦。相传咧，而家西方啊嘅睇天星文嘅睇上天嘅星嘅时候咧，又会见到一个叫人头马座。人头马座咧乃咧由呢位咧已死嘅基隆咧。化身做咗，系咁讲。嗱，好啦，我哋再走去另外一个经常著名嘅幻兽里边，又系西方嘅。呢个咧比较奸一啲。正话嗰个咧人头马咧，你话佢奸，你话佢忠，即系看你自己点睇啫。即系中间咧，好难定分界。嗱，咁你睇到呢、這个，我系想讲呢个咧，乃咧叫 Siren， 叫做塞伦。嗱 ，Siren 咧呢、這个字咧喺现代英语里边咧就系咧扯个 silent 啊，唔系英文。唔系粗口嚟噶，系英文嚟嘅。呢、这个好多时我细个嗰时都听见啲火烛车咧、救伤车咧喺佢行起上嚟嘅时候咧，因为赶路啊，佢就要响起一啲怪声 ，wee w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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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而家咧，以前呜呜声。咁啊呢种咁样嘅声响咧，喺英文里边咧就叫 siren。S-I-R-E-N， 佢用咗呢、这个女怪物嘅名咧，系有原因。喺古代咧，呢、这个希腊有神话，咁啊呢个神话里边咧，就呢、这个打完呢、这个木马屠城嘅赛之后咧，就英雄咧就回翻去佢哋嘅祖家度。呢、这个回程里面呢，居然呢是会经过一些海的海岸。而海岸呢听闻在那时传说呢是布满了一些女妖。女妖的意思呢是一些很靓的。不知为什么女妖不定中香港都是，中国都是。女妖呢必定是靓野火。嗰陣時咧嘅描寫咧，身材咧就絕頂，樣貌又絕頂，而且咧佢哋咧能夠唱出好多好美妙嘅歌曲。啲 siren 唱歌嘅時候咧，使到嗰啲水手啊聽到之後咧，係會受到沉迷，受到迷惑，自自然然咧就放下他们的掌或者放下他的舵，就被这些这样样的女妖，漂亮的女妖迷惑之后呢就吞食，当食物吃，就像当香蕉那样嚼。这样样的 siren 呢使到呢当时呢希腊的时候，因为他们很多是靠海的，赛的渔夫和船员呢
感觉到相当烦恼。哇，呢种咁样点搞呢？咁回朝啊，回翻去乡下嘅英雄呢，知道有啲咁样嘅厉害同埋凶残嘅所谓 Siren 喺水中咧会出现，尤其喺水中迷雾中出现。于是乎咧，佢派咗好多蜡啊，蜡咧就而家我哋可以溶到嗰啲 wax 咧，做蜡像嗰啲蜡咧，就溶咗咧之后就封咗船员只耳朵。咁佢渡过呢啲海峡嘅时候咧，渡过呢啲海洋嘅时候咧，海湾嘅时候咧，呢 Siren 唱嘅歌、迷人嘅歌、迷倒人嘅歌都听唔到。佢自己咧不止系塞住自己耳仔，而且咧绑住自己个主围嗰度，主嘅桅杆度，根本咧自己想动心咧都冇法子有任何活动。嗱，呢 Siren 咧嗰个故事嗰啲神话里边咧系有翼嘅，即系唔单止喺海上，而且咧佢仲会喺空中袭击人。嗱，咁我哋咧就唔系准备讲呢个故事，后来嘅发展。后来好都好睇，好奇情曲折。我系想咧，同大家讲呢种幻兽啊，呢种幻兽嘅背后嘅意义系乜嘢咧？咁嗱，背后意义咧，其实咧，好多人都体会佢，就成为咗一种咧人类嘅欲望，尤其系对性嘅欲望。咁我哋大家都知咧，喺早年啊。4000几年，直到近年都系海上咧嘅航行，大部分都靠气力。呢气力咧，大部分或者绝无仅有，都系由男性负责操作。而且咧，佢一上船之后咧，所谓行船，就一段比较长嘅时间，3个月，3头半个月闲闲地。咁呢啲男性喺海上咁枯燥嘅日子里边咧，佢哋嘅性欲嘅要求咧，就可能咧就得唔到一个合理嘅解决。咁如果遇到一啲咁样嘅诱惑咧，佢哋差唔多咧扑身埋去。咁但系人啊，点样可以控制到自己嘅情欲，唔会立乱咁样咧发泄咧？啊，呢个咧系几个世纪以来，人类都喺度谂紧，同埋咧呢个设法做紧。因为当时仲系男性嘅社会，咁啊呢种咁样嘅克制咧。变成咧一种咧规范，变成咧一种咧警惕，将人嗰个意欲啊，人之大欲咧，刻画成咧一种咧必要喺佢自己修身里边重要嘅一个成就。喺而家嚟讲咧，个时代再改变咗，未必定系咁样睇法。但当年咧，就觉得如果你能够克制到你嘅个人嘅欲望，尤其个人嘅食欲或者性欲，你咧就容易啲比较能够控制到自己。控制自己系进入文明嘅一个好大一步。咁所以咧，呢个神话故事嘅背后咧，亦有佢嘅意思喺度嘅，咁呢个咧，亦我哋咧，亦唔能够深究啦。啊，究竟后来嘅希腊神话里边咧，呢啲咁样嘅 Siren 啊，
会反面教材系造成几多嘅成功咧，或者失败？好啦，咁跟住来咧，我想讲讲咧另外一种幻兽。呢种幻兽咧，亦系西方咧相当流行嘅一种嘅幻兽嚟嘅。嗱，如果大家咧有睇过《哈利波特》，无论你系睇过佢嘅小说，英文嘅、大陆翻译嘅、台湾翻译嘅，或者你都睇过改编成为电影嘅《哈利波特》，七本小说就八部电影，后面嗰部咧因为要搵钱，所以咧就上下集嘅。咁你里边咧亦会发现一种咧动物，嗱呢种动物咧，佢唔系人同埋动物或者野兽之间咧嘅交集嘅，佢纯粹系两种唔同嘅动物嘅一种合体。边两种动物咧？嗱，第一种就系鹰，第二种咧就系狮，狮子嘅狮。首先讲鹰先，鹰咧喺世界各地嘅高山上高或者海边咧都有。香港咧以前咧维多利亚学港咧都有鹰嘅出现喎，我哋细细个咧都见过咧有啲鹰咧喺维多利亚港咧嘅上空咧盘旋搵食嘅。鹰咧最著名的就是它的眼的利，眼利它眼的利比我们人呢胜很多倍，也比其他动物胜很多倍，所以它在空中巡游的时候找食物呢是相当之容易及到那些动物的，甚至乎山边有只小兔仔或者咧有条蛇仔，佢咧都容易咧察觉得到。一察觉到之后咧，以佢雷霆万钧嘅姿势咧，咪飞翔咧，就扑兔或者扑蛇，一下啄落嚟咧，用佢咧呢个尖锐嘅嘴就急症个猎物，一啖就啖咗上嚟，或者飞翻去个巢穴鹰巢嗰度咧，嚟到慢慢享用或者喂食佢嗰啲婴儿嘅鹰。嗱呢啲鹰咧喺香港咧，通常叫做牙鹰，其实系麻鹰呢种咧好日常。而家咧似乎咧香港高楼大厦林立，已经咧赶绝呢啲所谓麻鹰嘅栖息地啊！而家都甚少见到呢啲，都算咧入于濒临绝种、要受到保护嘅动物啦。咁喺世界嚟讲咧，各地都有佢嘅鹰。这种呢这样的飞鸟。在俄罗斯呢，或者以前的俄罗斯帝国里面呢，它的国徽呢就是一只双头鹰。一只向东，就是向西，两个头的。代表呢它是夹住了呢东西两方的领土。它领土真的有很大。是世界到而家咧，就算系分裂翻嗰啲加盟共和国之后咧，俄罗斯嘅领土咧，仍然咧系世界第一大，唔系中国啊！中国仲少地方过加拿大噶，因为好多地方唔知点解送咗俾人啦。好啊，但系独立咗。
咁喺美國咧，佢嗰只白頭鷹咧，亦係誒佢嘅徽號之一。嗱，呢國家徽號咧，白頭嘅鷹咧，亦係一隻咧隻眼啊，相當之犀利嘅一個代表嚟嘅。咁啊，一眼望落去咧，有威儀，同埋咧仲可以咧使到人咧有一種咧懼怕不怒而威嘅感覺。喺呢兩中國兩個大國，即係呢世界上兩個大國都不謀而合，用鷹嚟做佢嘅徽號。之前咧，東歐好多國家都係用鷹嘅，咁即係咧。換句話說，在很早的人類的歷史裏面都察覺到鷹是一種相當兇猛、有威儀、眼利，眼利之外的爪，鷹爪都相當之厲害的一種飛鳥，而且它懂飛。雖然佢龐大喎，但佢飛得好快喎。咁呢個鷹爪講到咧，亦係喺中國裏邊咧，所謂有武術咧，係仿效住鷹嘅肉出爪，快準而且狠。咁鷹爪功咧，亦係一種咧好難啊打敗嘅一種武術嚟。好啦，再睇睇另外一隻動物就是獅啦，佢兩種合身噶嘛。你睇下獅子咧，比較個情況咧，同老虎有唔同。我都曾經講過咧，中國咧喺以前啊係冇獅子，獅子咧。是在歐洲或者非洲，尤其在非洲呢慢慢移植過去歐洲。在亞洲的中部呢，這個中原地方呢是沒有獅子的。那你會問，為什麼中國經常會見到獅子，尤其石獅子守住門口呢？獅子何來啊？咁咧不能不咧講咧，漢朝時候獅子咧，自從咧當時印度即係嗰陣時叫做仙都、新讀啲地方咧，有人進貢過嚟，喺西域進貢過嚟嘅一種咧異獸嚟嘅。當然咧，佢人見到呢種異獸咧比較驚恐，因為咧。佢嘅敲聲，佢個嘈，嗰種敲聲咧，相當咧震攝，還比老虎咧仲厲害。中國人咧就當咗老虎咧係萬獸之王。最後句啦，佢行嘅就尾咧，其他啲動物咧都怕即係迴避。所以當年偷渡的人呢就去動物園偷了少少老虎糞呢，就找個袋袋住呢，就避了那些捉他們的狼狗。說老虎呢是有一種呢奇異的味道呢，是震攝萬獸。獅子呢在離了中國之後呢亦是可以算是萬獸之王，但因為種類不多，不同老虎呢，老虎呢在中國來說呢差不多華南地方或者華北甚至乎呢東北地方都有存在。華南的老虎呢甚至乎呢在香港都出現過，香港曾經呢在戰前呢在大埔地區打獵，打過一些老虎出來。
而家咧，如果你去赤柱天后庙咧，亦挂咗一块咧黑色嘅虎皮，听闻咧亦系喺附近咧嘅猎到嘅一只老虎，不过比较小型啲。好啦，咁啊，狮子咧，如果狮同虎相搏会点咧？我睇咧两败俱伤，两边两个都打得好犀利嘅，两个都系战斗专家。不过咧，两样嘢都好。嗱，我哋喺而家嘅国内都 safari 动物园里边咧，都见到咧都有饲养住呢两种动物。但系咧，老虎同狮子都系，如果佢哋饱餐咗之后咧，如果唔理撩佢咧，佢真系唔埋嚟嚼你嘅，佢都冇乜所谓。咁因为佢凶猛，同埋咧佢有个摄人嘅思考同埋个样貌。嗱，而家我哋见到咧，学美高梅啊 电影公司咧，美国嘅荷里活大公司啊，一出场咧有只狮子向左右咧敲三下，呢、这个咁样嘅狮子咧，其实狮公嚟喎，公狮嚟嘅。男性啊，好得意咧，就系原来咧，所有动物除咗人之外咧，红嘅咧，即系男性咧系靓仔，女性咧普通，因为咧佢哋上天咧亦制造咗佢呢个咁样嘅相貌咧，雄伟咧，靓仔咧，而咧吸引咧雌性啊，就同佢怀孕繁殖下一代。老虎一样，如果我哋见到嗰啲靓嘅老虎咧，全部咧威仪嗰啲咧都系男性。好啦，讲翻呢只 Graffy， 我哋话嘅老鹰同埋狮子合体，佢有个名咧叫葛瑞芬 Graffy， 有啲人叫做宙斯，呢、这个宙咧。就是一种大的雀，它不是只是鹰那么简单，是叫宙。宙呢，宙来的宙，下底一个鸟。这种这样的鹰或者宙呢，跟狮子的合体呢，很多人认为幻想出来的人呢，就认为世界上在空中和在陆地上，哪些是最吸引、最使到人哋惊恐，成为咧必定会怕咗佢、有恐惧感的动物咧？又打得，又性格咧，亦系相当之残忍。而且咧，佢好威猛，有咩能够好得过呢两种大鹰、大鹫同猛狮嘅结合体咧？咁冇，咁于是乎咧，喺西方咧就用咗呢个咁样嘅结合体咧嚟代表咗一种威仪、一种威猛。喺世界喺西方嘅好多中世紀尤其咧，嗰啲叫做家族嘅徽號裏邊咧，都係用呢個宙斯嚟到做佢嘅成個家庭嘅徽號。取其意咧，就係一個咧相當威儀強大嘅一種咧家族。咁喺《哈利波特》裏邊咧。呢只宙斯咧，呢只所謂 Griffin 咧，都有佢嘅人性喺度嘅，識體會人嘅意思，而且咧受馴化咁樣嘅意思嘅。咁但係咧呢種咧當然係喺個世界上冇嘅啦，有一種幻想嘅
幻兽。咁啊，点解会成为幻兽咧？刚才咧啊都要讲咗啦。好啦，最后咧我就会讲另外一只呢只怪兽。呢只咧刚才讲咗咧，都系有多系善良嘅，譬如人头马咧，佢有个智慧嘅。譬如 Siren 佢衰得嚟靓咧，美女啊鬼叫你贪色咧，个贪心咧就俾佢美妙嘅歌声咧沉迷咗啊。个瑞芬咧 Griffith 咧就本身系一个威武威仪嘅合体啊，你要尊敬佢啊。但系而家呢一只咧嘅西方怪兽咧就，样样都唔系，佢系得个凶残嘅样嘅啫。呢个凶残嘅样咧叫曼蒂可拉 （Mandicora）。哇！呢只嘢咧唔系讲笑，呢只嘢咧最难得嘅，最使到人哋害怕嘅咧，就因为佢有一个人类嘅面孔。当然很多人问这个是男性啊，定是女性的面孔？对不住，是男性的面孔。这个男性面孔呢，可以说呢好像老人一样。但呢他实际上呢又不是完全人面。为什么呢？因为呢你可以发现他那个嘴巴呢长满了呢尖锐的牙齿。这些牙齿呢不是人现在我们人的牙齿呢已经看到他是食肉和食植物的，即食这个草本同埋动物嘅混合体嘅牙齿。如果系纯粹食肉嘅咧，佢嘅牙齿咧就嗰大牙就冇咁多扣，因为咧佢主要系爱嚟尖锐牙齿咧系爱嚟撕裂、咬裂嗰啲咁样嘅肉，同埋咧佢容易啲咧嚼佢，或者咧甚至乎咧。尖锐牙齿咧，我嚟杀佢嘅，杀嗰啲猎物嘅肉食嘅动物咧，就有呢种咁样嘅上天赋予佢嘅一种咧利器，甚至乎有人讲咧呢个咧系进化论嚟嘅，因为咧佢系食肉兽，所以咧自然咧佢牙齿咧系要尖锐，适合咧食肉。如果是照的照草本的呢，譬如牛，譬如羊，这些呢他们的牙齿呢就不是好像呢食肉的动物，好像狮子啊、老虎啊，甚至狼啊、狗啊这样。有一种的动物呢叫豺，豺狼的豺。这种动物呢有一个好残忍嘅性格，佢咧唔食，佢都咬烂，即咬烂佢嘅。咁呢个咁样样嘅性格咧，天生而成。佢系中意破坏，同埋中意咧残杀，所以豺咧比狼咧更加凶恶。咁另外一种咧尖锐嘅动物咧，你睇下。我哋叫做老鼠，点解过街老鼠咁乞人憎咧？原来老鼠咧嘅牙齿咧系不断生长、不断长嘅。嗱，我哋咧人嘅牙齿咧有乳齿 ，B B 嗰时嘅乳齿，同埋咧长大之后有甩咗个乳齿之后，成人咧就长出另外一个。恒齿出嚟，长咗恒齿之后咧，
恐怕咧佢唔會再繼續長，唔會話咧一路長落去噶咯噃。但老鼠咧，哈，啱啱相反，佢啲嘅牙齒不斷要長，不斷長長，咁所以咧，佢不斷要咬嘢嘅，所以喺佢個生命裏邊咧，佢有一件好重要嘅事就是不斷要咬嘢，不斷磨嗰只牙，磨佢嗰啲尖鋭牙咧，引致到咧。佢啲牙唔会自己穿过自己嘅皮肤嘅嘴巴，害死自己。咁所以佢咧系天生破坏王嚟嘅。所以老鼠冇嘢食咧，佢出嚟偷咧，偷食咧之余咧，佢仲要破坏，仲要破坏紧咧呢个佢寄居嗰个地方嗰啲农舍啊，或者个谷仓吓，乞人憎咧。那个街老鼠就咁解，好啦，讲翻咧，刚才讲嗰个Manticora 呢只嘢咧，听闻咧最早发现咧喺印度，咁佢个样咧就有啲似狮子，个人咧人面，尾巴咧好多人传说咧佢系一个蝎嘅尾巴，呢个蝎咧。蝎就系 scorpio，即系咧毒蝎。嗱，你知道咧，世界上咧有好多种毒嘅动物，其中一种咧就叫蛇蝎，俾人嘅蝎啦。嗱，呢种蝎咧，佢嘅毒唔喺佢嗰个嘴巴度，又喺佢尾巴度啊。呢尾巴嘴咗之后咧，佢啄落嚟咧。嗰嘢咧，嚟將佢就隱藏嘅毒物毒液咧，就注咗落去佢個敵人手上或者個對手手上身上，引致到咧死亡，係非常毒嘅一種咧液體嚟嘅。嗱蛇咧，佢通常咧三角形頭嘅蛇咧，佢嘅毒液咧就喺。佢兩隻嘅蛇嘅尖嘅牙嗰度，佢一夾落嚟嘅時候咧，好似打針咁，就個毒液嘅囊咧，即刻透過呢個牙咧，就注入咗對方嘅血液裏邊，一夾落去就會打針咁啦嘛，咁咧引致到咧呢、這個毒液引致到咧嗰個對方咧。系毒发身亡，或者受到生命嘅危险。但你呢种毒液咧，你咪以为净系用个牙夹落去个人或者对其他动物身上至能够发挥作用，并不，佢仲可以喷射嘅。哇！呢样嘢好危险噶，点解咧？因为咧，譬如话嗰啲响尾蛇啊，或者嗰啲饭铲头啊，到佢嬲怒嗰时候咧，佢就会挺起，打个盘之后挺起。如果你系接近嘅咧，佢就夹落你嗰度啊；如果唔接近咧，佢喷落你嗰度咧，喷咗落去之后咧，譬如眼睛啊，或者耳膜啊，或者系鼻膜啊、口边啊，呢啲咧地方咧都系可以咧传播咗个毒液嘅，所以咧见到啲毒蛇咧，你真系要小心。蝎子又系，蝎子唔会喷，但咧蝎子咧就会啄你。咁虽然佢细细咧，要好小心所以人类咧对于蝎咧。又譬如中西咧文化里边对于蝎咧都系特别厌恶嘅，咁所以咧佢呢个 Manticora 嘅描写咧就佢有一只蝎子嘅尾巴，而且咧蝎子尾巴唔系我哋见到嗰种蝎子咁细只，而一条大嘅强力嘅尾巴一揈落嚟咧，都唔系讲笑。嗱，个嘴咧
幾棚啊！而家咧，我哋見到好多咧，科幻片咧，講到好多怪獸咧，都係一層層牙齒咧。呢、這個 Medicola 咧，都係幾層牙齒，好得人驚嘅一種咧，形象。佢食起人咧，或者食起其他動物上嚟咧，都一下咧一嘢啊，就足以致命。何況仲有其他佢嘅利爪同埋嗰個蛇蝎嘅尾巴添。嗱呢種咧，可算為咧人類幻想裏邊咧極其兇狠、極其咧難於對付嘅一種咧幻獸。人類咧梗係要幻想一啲咧值得真係懼怕嘅。东西主要呢就因为冇网管冇嘢怕呢这个世界呢就好容易了结㗎喇好容易呢唔掂㗎喇。咁所以呢人呢始终嚇返自己呢都要有一种呢幻兽係相当于难对付嘅。相当于呢一个呢不能打败的敌人一样，当然要经过努力啊，要经过好长嘅研究咧，然后至打赢佢。嗱，在而家嚟讲咧，刚才我哋讲咗呢四个常见嘅西方传说中嘅幻兽，人头马啦，Centaurus 咧，呢个 Siren 咧，呢个。蔡伦呢、这个女人来的美人鱼之始祖西方美人鱼中国美人鱼是另外一件事的。葛瑞芬呢 Graphis 呢又叫咒英就是和狮子的合体呢又叫咒狮还有曼蒂可拉 Mandicola。今天呢就只是呢介绍了呢这四个著名的不同的西方幻兽。在这个系列里面呢我们还继续会介绍其他出名的幻兽。如果幻兽来分类来讲呢千千万万。各种呢有不同各中西文化各种不同的幻兽。如果大家要研究或者大家有兴趣呢真的呢学之不尽。之后呢我会再讲讲呢不同的正话你讲咗几个唔同嘅源头啦，譬如系希腊、罗马嘅文化、Celtic 嘅高卢嘅文化嘅里边嘅怪兽，以及咧西亚地区呢、这个耶教兴起之后，耶教兴起之前佢哋相信嘅怪兽。或者寓意的怪兽，有很多怪兽是要寓意的，它不能够讲到明的，是你看完之后寓意。一一呢跟大家分享。今天呢我们这个如是我闻呢，真的我们如是我闻，就跟大家呢 say goodbye。下周呢仍然是小弟跟大家呢继续讲这个幻兽，著名的幻兽。多谢各位收听、收睇，请。